欲望之都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之前那一只又不见了？ I don't understand。哎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之前那一只又不见了。算了算了，可能我们之前都还在三档封测吧。哎呀。要跟你们讲的是，等一下就可以改名了。首先，我们手厨有讲了吗？升级到区长，然后呢？所以可以建造一些 building 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手冲哦，大爷，手厨是这个阿米蒂，哎、欸，好像还没讲哎，跟宝马 IMT 吧。我们先讲手厨好了。那手厨就是阿米蒂哦，这样可以接受。然后还有这些东西，金币啊 ，VIP 经验值啊，嗯，商业建筑，所以可以开始攻略关卡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单纯讲手厨，然后你就可以呢，你就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角色。那我们直角是这只，你可以先把它练起来。芭芭拉，这个一定要几等啊？我一开始还算蛮大的，你这边他的招募有没有？梦啊，信我比较重要，快点！谁呀？嗯嗯。